而八八风灾惨遭大水冲垮的南回铁路台东段呢，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抢修，太麻里到芳寮的路段今天上午恢复通车了。台铁并且提供一连3天的免费搭乘。台铁说呢，车票早就都被索取光光了，一大早还有很多的游客到芳寮车站去搭车。民众大排长龙等待车站员验票，他们都是要搭火车到台东的。南回铁路访寮通往台东太麻里路段第一天通车，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搭乘。那你们是不是要等很久了？要去坐等这班火车？对啊，对啊，等很久了，很早就来了。哦，对，一分，后边点分在等你。你是要几台啊？是要几台？拢有啦，坐人啊，几台拢有啦。啊，你把风台来靠近，已经停足久啊嘞。八八风灾重创南回铁路台东段，经过一个多月的全力抢修，台铁人员连日做安全测试，台东太麻里到访寮路段15号上午终于恢复通车，台铁也提供一连3天的免费搭乘。8月7号，我们几乎小猫2-3只，除了来买票的以外，来取票的以外，那么今天实在是盛况。由于提供3天的免费搭乘，台铁说车票都被索取一空。不过南回铁路目前只能通到访寮，访寮以北路段由于林边溪桥断裂，估计要到年底才能修复。民众要到高雄、屏东，还是得靠客运接驳。中天新闻张春煌、袁芳，屏东报道。